股王大力光会在明天举办法说会，外界预料今年第二季的获利还有毛利率的表现有机会可以优于预期。法人表示，根据大力光上半年财报，受惠1000万画素镜头产品比重拉升，大力光第二季毛利率有机会攀升到60%，单季 EPS 估计可以超过25块钱。